Sei chi ne lo è?还没有安全带，还没有头盔，这越野圈的这个人物啊，这个真的是挺佩服。走路线走错了，这样子堵弯了，走走走。来，拿走，走走起来。哈哈，对，想不明白啊。 车身的话，落地是，靠的那个，改动那个，改到了30万。